每个月省一千，真的。听到能够让民众省下荷包钱，害蒋万安这声音都走音了。为了帮基北北桃，都会东定期票来宣传。预购首日出现在北捷市府站，当起了快闪站长兼主持人来访问民众。那现在1200更划算吗？划算很多。大概有没有算过每个月可以减少多少交通费用？大概也是800-900左右。800-900耶，哇！不仅要当主持人，当然这重点还是落在推销。希望大家能够赶快的啊，如果是铁道迷啊，或者是非常喜欢想要保有我们的纪念卡，限量的哦，只送不卖啊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机会。都会东1200，对通勤族来说的确省很大，操作方式也很简单。只要持悠游卡，按照平常储值的方式，在加值机上按下都会通定期票的选项，投入金额即可。但一定要记得，启用后30天内，不限次数能够搭乘基北北桃范围内的公共运具，包括北捷、新北捷运轻轨、桃机捷、基隆区公车、台铁等。而更重要的是，双北 U-Bay 前30分钟以及桃园前60分钟都免费，提供通勤族一个省钱的共享体验。人间卫视张玉成、郑宗台北采访报道。